一起来欢迎气质女神范范范玮琪，欢迎。牵着脚踏车来到场内，有一股好像仿佛来到了花都、浪漫的巴黎一样的感觉。过来借一个位置，谢谢你。我们前面来。好，我们从中间开始，请大家来捕捉非常具有气质的 Laura Girl。这边，对，谢谢。这边的手，微笑着，对，拜拜，这边微笑着。右方好吗？来，右方有比较多的朋友。非常具有自信充满的光泽的模特女孩，稍后你会来的右下角。好酷，这边会下手好了，这边会下手。今天真的大家出席非常踊跃哦，我们谢谢范范，也谢谢所有辛苦的媒体朋友、摄影大哥，旁边左方也还有一些摄影机，我们请范范女神稍微给到左方好吗？谢谢，来麻烦范范可以来到舞台的上方，我们再进行自拍照。好，我们从右往中间开始好吗？麻烦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好，这边来。好，大家看范范的感觉真的好舒服哦，就是有点霸气，非常经典优雅的感觉，但是他带着率性。有一个很帅气的时尚感，完美的结合了纽约以及巴黎的经典时尚，就像我们的舞台一样。好，中间再次，左右下，好。那我们中间再一张好了，这边，谢谢。右方都 OK 吗？后方的摄影机，大哥们都捕捉到需求的画面呢。OK，3, 2, 1 ，Congratulations， Laura Mercier， 罗拉蜜兹，我们盛大的开幕以及剪彩仪式，我们也恭祝品牌能够一飞冲天，业绩长虹。好的，非常谢谢所有的掌声。抢注意力，爸爸很虚呀。刚刚有被气球吓到吗？没有啦，还好。我是听那个，对，其实那个大气球我知道它会破，但是我不晓得里面有很多那个小小缤纷的小气球，会觉得很惊喜。对，明天端午节啊，会不会带着小朋友去包粽子，然后好好过节？哦，他们前两天有那个在学校包了那个粽子给我，然后对，因为不知道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，所以蒸了以后我没有真正把它吃掉，但是对他们有去那个体验那个包粽子的感觉，这样。然后但是明天要去澳门工作，所以就是在这边，对，要跟那个小朋友提前的过端午节，这样子。来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分享第一次尝试做，算是做菜。做菜啊？对啊，说包粽子算是做菜。哦，你说飞飞小强还是我？飞翔，飞翔，对他们算是第一次包，而且他们还有做那个香包。然后，但是呢，那个粽子呢，他在学校还是可以有那个糯米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自己装
自己想要的东西进去，所以他们就会放什么小红萝卜，或者是小玉米，或者是一些有可能我不知道的昆虫之类的，我就有点害怕。在家化妆的时候就随便是哦，我在家其实很少化妆，但是他们很喜欢打开我那个就是有放化妆品的那个柜子，然后把里面的那个唇膏或者口红拿出来，然后就是大倒特倒涂，就是任何地方就到处就是撒野，没错。那会发电机让你最崩溃的事情？好，最近做出让你最崩溃的事情？哦，我每天都崩溃很多次，我想想看。哦，他们两个人呢，最近就是爸爸不知道去哪里弄了两只那个甲虫，对，然后就是昆虫课。那其实身为妈妈，我是觉得他们很喜欢昆虫，我是觉得很开心的。但他们每天早上呢，就会第一件事起床就睁开眼睛，就是要去把那两只甲虫从盒子里面拿出来，然后晒太阳，然后跟他们讲话什么的。然后那甲虫略大，对，所以我有时候就旁边吞口水，好，你们那个稍微离我稍微远一小米，对，差不多这么大吧，挺可怕的其实。毛毛虫还是甲虫？那个蚯，对，独角仙、蚯蚓虫，就那个虫其实蛮可爱的。然后他们两个完全不怕，就是会直接抓起来那种。然后其实你仔细看那个它的脚啊。现在开始吞口水了吗？哦，就很立体，对。所以他们哥都是从哪里搞来这些东西？对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其实在学校呢，特别想要在学校是有上那个昆虫课，但是呢，黑人就不知道去哪里认识了一个什么昆虫专家、昆虫学院的什么理事长，然后他们就送了我们两只非常珍贵的这个蚯蚓虫、甲虫。然后每天我们就教菲菲小强怎么照顾他们这样子，啊，妈妈也是每天都在学习啊，对。像台湾天气这么热，你都会做怎样的妆容？哇，其实我倒是觉得那个热的天气反而防晒最重要，反而就是出门我其实都不太保养了，常常会看到一个全素颜的那个，对，欧巴桑在路上。带小孩到处跑这样，但是我觉得防晒还是蛮重要的，尤其现在有时候带他们游泳啊什么，所以基本的防晒我会蛮注意的。嗯，那现在很热，有没有什么不脱妆的秘籍？不脱妆啊，其实 Laura Mercier 他们有一个很棒的那个定妆的 settling 这种 powder， 就是定妆的蜜粉。然后这个蜜粉其实你基本上上了妆之后，你用这个蜜粉稍微定一下，它就基本上不会脱妆了。然后我今天用的又是有一点点 glow， 就是带一点珠光的，所以会感觉好像没有化妆，没有，就是皮肤很透亮这样子。所以不脱妆，这他们家的产品真的很好用。有偷那个跳舞的影片，是我爱上跳舞。怎么讲啊？我跟那个小 S， 对，他呢是我永远不可能就是达到他那个级数的，但是那个。向他学习有没有？然后现在因为每天运动量很大，活动量也很大，然后但是因为年底呢要参加一个这个公益的这个 Zumba 大会，然后我就向他请示，向他教我，然后他就说来啊，我每天都跳，叫老师，叫上老师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跳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对，我真的是一个天生的歌手。好，那我们再最后一个问题。好。涂我们家浴缸墙壁 ，OK， 这种最让你崩溃的地方，什么洗手台啊，还有衣服上啊，各式各样。哦，对，没错，所以那个粉底不是口红，不要用那个太那个洗不掉的那种，这卸掉很麻烦。所以善后都是你善后。对呀，啊，不然谁善后？黑人善后。别妄想，痴心妄想，不可能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。谢谢。